很多买电脑的顾客都会问：这配置玩撸啊撸能达到200、300帧吗？其实大家的显示器刷新率一般就60赫兹，主流电竞显示器就144赫兹，所以说玩游戏200、300帧没意义。如果你显示器刷新率是60，你玩游戏300帧和60帧没任何区别。还有很多顾客喜欢问电脑跑鲁大师能有多少分？影响鲁大师跑分高低的因素很多，比如分辨率调低，显卡跑分就高很多。E5 系列的洋垃圾 CPU 跑分也高，但是不适合玩游戏。鲁大师跑分拿来娱乐下就行，太纠结鲁大师跑分就太梗了。电脑开机多少秒？这问题也挺多人问。首先，现在装电脑基本上都会配固态硬盘，所以开机都不会太慢。有的顾客会说：“我朋友2000买的电脑开机5秒，你这10000的电脑开机才6秒，是不是坑了我？”首先，开机时间不会真的只有5、6秒，只是360或者腾讯管家之类的软件报给你说是5、6秒，其实真正的开机时间一般是10、20秒左右。而且开机快的电脑不一定就是配置好。所以，如果大家要配电脑，最好不要问以上三个问题，因为问这种问题，卖电脑的就知道你是电脑小白，可能会给你价格报高，或者更严重的，就会各种套路你了。所以，买电脑最好去自己信得过的店子，价格实在，不套路。